美好的一天，午餐换换口味，在外面吃。哦，用慢动作再仔细看看，重温一下尴尬时刻。这初一姐的台词是从哪里出来的啊？希望没有被人看到。会再给我一包薯条吗？哦，我非常非常抱歉。天哪，我刚刚打了他的胯部一拳，超赞！你真的应该看看，下次你和……哦，我的鼻子，危机一定很痛吧？但你要知道，这才是开门的正确方式。我为什么要喝两瓶汽水？我好想上厕所。拜托，一定没有人，谢天谢地。嘿，不好意思，隐私知道吗？怪胎，不好意思，我的错。好吧，真是太尴尬了。但我还是想上厕所，太棒了。哦，嘿，海莉，我好像听到有人叫我。海莉，看这里。我应该要戴隐形眼镜的。那到底是谁呀？我看到一个大的粉红色跳跃的东西。嗨，海莉，是我。哎，好吧，我想就这样走开。海莉怎么了？因为我的口气吗？要待在办公室一天吗？艾米，盖子还在上面。对，很尴尬。你在看什么？我是故意的。哦，嘿，我的天，千万别被他看到，你搞砸了，危机。摸陌生人的手一点也不浪漫，这真的很不舒服。我只是在看我的手机，没错，只是午饭后在洗手间补妆而已，这很正常的，回去吧。我的天哪，危机，快点，海莉，去帮他一把，这样就行。希望没有人看到。看起来很放松呀，你的衣服弄上冰淇淋了，海莉。哦，不，那不是冰淇淋。在外面吃饭的麻烦，大鸟会从头顶飞过，我要吐了。它在哪呢？好啦，小红帽，知道了。啊哈，找到你了，海莉，我想你了。我认识你吗？天哪，我真的以为那是你呢。无聊的一天，感觉现在很适合自拍呢。是的，加油，妹子。尴尬。哇，我今天真的很渴。哦，好吧，我要把垃圾拿出去。真的吗？我怎么处理这混乱的场面？我最喜欢的歌，把声音调大一点怎么样？危机大声唱。那女生很疯狂啊，天哪，这真是太尴尬了。我一定要给车窗贴有色的膜。哈哈，我知道，对吧？啊啾，真是个厉害的喷嚏。海莉打喷嚏的时候流鼻涕了，还有别的，用我的外套遮遮吧。穿白裤子真是个馊点子。哦，用词不当。赶紧走吧。尴尬吗？脸都红了，让搞笑的花絮来缓解你的痛苦吧。
大家都会遇到的尴尬时刻，记得分享哦，我们都是普通人。记得订阅 1-2-3-GO 的 YouTube 主页，别错过其他的影片哦。想尽快看到新影片，那就点赞吧，点击通知铃，有新片时就能收到提醒哦。感谢收看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